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啊！今天我又来拍摄金马仑的风景了。我很久也是没有出来骑脚车啊。今天礼拜六，10月17日，就难得周末，我就来骑脚车，然后顺便拍摄一下看赛车场面啊。Okay, 大家来跟着我一起啊！你们收看之前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啊，还没看可以先点赞啊，来谢谢大家支持啊。现在我才要上去搭道，不过看很多车开始慢慢下载了，不懂还可以不可以拍到扯龙啊。等很久没看到赛车了，骑脚车上去看赛车。喂，大家查一下啊！哎，现在5点，还是有那么多车，那么多啊！车，啊，都满满了，那满的车，满了，拍照拍照，北车北车。突然间落水啊！屌，我前面一个跑步好快啊，咦，我有影到冇？落水啊！冇人惊，啱啱跌到啦，真系。条本系想休息嘅，算啦，骑一骑到边度啊？喺边度落大水先停啦。啊，都去搭一搭啦我。天啊，冇落水啊！大部分都系马人啦、啊。仲系落，唔知系落西，落呢啲落嘅方向啊？现在下的方向比较多、啊，这样看全部都是要回家啊。我等塞车一下，今日一骑落大水啊，顶你的高了。没有时间骑就不下雨，今天有时间骑又把我下够了，是顶了够了那个雨啊！哦，我现在到临江那个。这是肉草钓啊，还下雨啊，够了就是。不还是很多车上来啊，也是有。喂，完蛋了，够了。昨天要打电话求救没有，还是怎样？再等了一下看到好。哎呦，冷哦冷哦，好冷好冷，没有办法，上路到边疆，现在只能这样骑回去等你哦。现在毛毛雨。那水龙道那个脚车不灵都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什么车。
车在这里回答答了。不要吓我嘞，将来重发。Hello， 老板，这样重发我吓搞死了。在达曼舍爹这里，那种卡巴收费是5块钱那种，那是厉害早啊！没办法了，太窄水了。系 call， 即系 call 啊 ，call 救兵啊 ，call 救兵啊！武将啊！哇，下雨天那个 brake 弄到脚车的 brake 啊，弄到水真的是不扯开，所以我要只能放慢速度啊，不能太快啊。Thank you 啊，这必须的。哦，因为6:13啊，我落去大，而家我喺柴噶啦，头先喺边山落嚟，太大水啦，冇办法 call 救兵开啊 ，call 救兵咗。我嚟到呢度，真系好多人咯，好多游客。我而家到喺茶园啦，落好大水，而家仲好多游客。